会使哩，还会使哩开讲。If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on arrival, please contact our ground staff. Thank you for flying Malaysia Airlines. And do have a pleasant stay tonight.先前。先照片跟那个介绍，我是大略的跟你们介绍一下。最主要刚才跟你们介绍呢，第一位英国军官登陆到这个槟城岛上的，就叫做弗兰斯莱特 （Francis Land）。那么就是画了他的油画，在这边在1786年登陆。但是呢，这种木材呢叫做尼梦材。久而久之呢，会枯萎。过后呢，在1808年呢，用红砖建设，花了10年的时间，这个炮台才完成了建好，在1808年建好。好，一个历史记载中呢，这个炮呢，曾经呢跳入到海里去。那么在马六甲的时候呢，这位宗教师呢，叫做敦布林，在这个炮上呢，就刻了一个回纹。我们说这一个哈，宗教师呢有法术。所以这个炮掉到海里头的时候呢，他们呢，这个宗教师知道这事情之后呢，就来到槟城岛的海岸呢。我们难得了。
哇，真漂亮呢。早起买一件裤仔看，啊，你穿短啊？Thank you.